几天我就拿回来了。唔好唔好唔好，你安尼，你我感觉愈奇怪，你爱甲我讲一下是啥物状况，你爱领遮大笔的钱？对，我正常人无可能领遐大笔的钱啊！啊，恁囝嘛无用，你嘛无买厝买车，哪有可能要领遐大笔的，对无？嘿啊，你若讲是啥物假检察官啦，啥甲你讲你袂使讲啊，哪袂使讲啊，我甲你讲，迄拢共骗的。你爱甲我讲到底是啥物状况，我才我都甲你斗相共。利用恁这种会烦恼的心态吼，来甲恁骗钱，你知无？嘿，啊！你以后吼，若有啥问题，无要紧，你就先徛来派出所，还是讲敲电话来嘛，无要紧，无方便。电话就是莫一定爱甲挂掉。嘿，甲你讲袂使挂，你拢莫插伊，你听我意思无？就算派出所，你唔相信是派出所，我咪亲身过去找你啊，对无？挂电话敢有犯法？挂电话无犯法啦，对无？